庆祝母亲节，钱到都开心，母亲节，钱到都开心掉，哦，来啦，过了今天，婆婆妈妈开心，会不会很开心？会哦，对啊，今天是妈妈的日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不管今天是男生或女生，我们都不是妈妈生的，是，是，我生我们妈妈的，有在现场，有的不在现场，有的在天上，但是他有没有感受得到我们今天在这里？哦哟！当你开心的时候，妈妈会不会很开心？会。那当我们现在开心，其实妈妈是最开心的。那当然呢，其实开心啊，从早上的活动到现在，有早上很感动的歌，有很轻快、很让大家很健康的动一动啊。到刚刚，好像有些人说啊，我都没有玩到游戏，我也没有拿到礼券，没有关系啊。两位主持人有说愿意的举手，对不对？人生就是安尼，没人甲你勉强，只要你愿意，你边仔人甲拖就会使起来，嘛是会使啊，嘛是。啊，那我们都是道亲，道亲，所以那是亲子，大家都是因为礼道而相亲，所以那个还是亲子组。是啊，但是大家都很含蓄哈，没有关系。活动呢，跟时间一样。收一个，对一个时的，即摆几点啊？十一点半，是这个时间啊，伊两个过工是上好的时间。啊，这个时间本来在都比较动的时间，我想要来较早款吼，啊，要来跟大家做一个我们跟上天祈求比较善的一个时间。接下来时间比较近，啊，要怎么近？先跟大家报告，昨天。扣学哦，扣球师尊师母哈，准备了。我们现在派师尊师母前面桌子有两个手，男士的手环。师尊这边呢，手环较粗较大，轻的嘛会使，啊轻的嘛会使，但是就是讲，伊的手环呢，迄个款较大颗，伊的手骨啊较大颗的，就是来这边。你的手骨啊较瘦的吼。比较瘦一点的，伊是十八公分呢，那就来是二级免费。那么，提这手环是欧美配吼，各位先生来小姐们，咱主宰啊，二百坐你家，敢有看人在表演？哦。啊，你敢有表演？哦。你有表演哦，表演的大声，啊，无表演的呢？呵呵。无表演的嘛是会使大声讲啊，我坐你家看表演吗？会使无？这个人生该是安尼，一个人拢有一命，一个人拢有一条命，一个人永远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往顶悬行，一个往下底行。一个人每一日拢有一个叫做时间，离开咱的人，伊并无离开咱，伊永远那个伫个，迄叫做精神。啊，搁伫人世间的人，各位浅显，咱的精神是啥物？咱家己想一下。咱静静想看，咱的精神是啥物？咱来到佛堂，虽然今仔是母亲节，咱今仔嘛真欢欢，啊嘛，其他嘛是真侪过失，真侪抱歉，真侪麻烦，无甲活动调试又好，甲安排又好，其他一切嘛深深的甲因关心。但是咱伫一天的活动。一日的头壳起心动念之间，咱去甲想，你拢想好的较侪，还是想歹的较侪？你拢是抱怨的较侪，还是你拢是懊恼的较侪？你拢是看到人好的较侪，还是拢看到人歹的较侪？各位姐妹，这个时间留予咱静静，等一下就较会有一个静思的时间。第一个静思也是给咱报告。后雪昨天有牵扣手跟我们的师尊师母扣球，在这一个不抱怨手环上面，请师尊师母加持加能量。这个手环是有能量，不是咱看到的是一个单纯的细胶的手环。细胶是无毒的，小朋友在家的奶嘴吼，不灵出量有细胶的，所以你们玩得讲这个手环有毒。伊无毒，而且佫净化过。
只要咱时时刻刻伫即个苦海当中，你碰到一件代志，你碰到任何的挫折、伤痛、困难，甚至疑虑、悲伤，所有的心情一定都会有。你当面的当下，你是抱着感恩的心，还是抱着埋怨的心？这个手环就是要让咱大家抱着感恩的心。所以，这是一个祈求、祈求，不是咱配的安尼一拼配的等于哦，听懂吗？不是让你拿走的玩具，不是让你拿走的礼物，是你自己心中的祈求，希望自己的细胞，希望自己的能量，希望自己的细胞，希望自己的能量愈来愈好，希望自己是愈来愈好，会当老啊。当你百岁以后，回头去看，你是笑走，不是讲可惜我啥拢无成长，许自己一个。往上前进，许自己一个生命更有价值、更上一层楼的手段。所以那是一个祈求，一个爱了，爱甲家己讲，伊这基本上是二十一天，你袂使讲歹的话，甲骂拢袂使。你怪，你时时刻刻你想要甲骂，你要骂你妈，要骂你的太太，要骂你的阿，要骂你的同事，你开始无好心了，你就看到这个手段，你爱甲家己讲啊，这是。时阵时候甲咱家起过，这身体能量的吼，所以咱即摆毋是家己一个人吼，咱并无孤单。嗯。时阵时候拢在咱的边啊，迄个能量，吼，迄个能量是可以陪伴你度你走过的。啊嘛相对的，咱要对上天做祈求的当下，咱家己爱付出无？那是要付出的呢。各位先生，有一了椅仔通坐。有一个好的环境，有一个足舒适的，让咱感觉真好的这个场所，有人伫后壁点点安尼付出无？哦。咱两法度甲家己讲，我嘛是会使倒去咧后壁点点来付出的人，敢会使？诶。咱等下活动也结束，有哈期许，咱各位前线，予咱家己一个完结。咱今仔敢有做好代志啊？嗯。爱甲家己讲，助人为什么之本？快乐啊！咱等下活动结束，咱也去外口食人个喜宴，咱够有咧共收桌啊？伊啊，无吼？啊，咱今仔来运动，参加遮欢喜个活动，等下屁股拍拍，饭食食，看敢要甲说？敢要甲说？肯倒啊！环境敢要倒款？肯倒啊！倒款。也是搁屁股拍拍 say goodbye。倒款，倒款。你会使屁股拍拍 say goodbye， 我后一道过来，但是迄叫做福报。各位前面敢飘？咱来请来人世间，你所有你唔免，你唔免付出啥物所得到的，不管是钱也是人也是代志，所有一切事实的代志叫做福报。福报你爱一直做，用福报加福报，你会愈加人讲的以前去赚钱，一直加你会变大条钱。啊，若以债养债的，以债养债敢飘？有债佮是有债。我信用卡了，我都无钱了，我一直如果到尾啊，以债养债，你会欠大条的。人生就是安尼，你慢慢怀疑，慢慢讲哦，我今仔来遮，你今仔来遮，爱做欢喜的。哦，我听闻到这個，我今仔一天，我逐天拢爱甲家己做一件好的代志，讲一句好话，敢是好代志？倒排一个桌啊，扫倒扫涂骹，洗一个碗，敢是？好钱钱，这拢是哦。咱今仔来运动，家己也排好。你看是一个人在坐尔，咱回头看看，咱今仔百偌个？你扫涂骹，你扫一个涂骹有百偌个人坐伫只舒适，你就是百几个人感恩的心，你得到百几个人互你的功德，安尼坐也只嘛。嗯，咱去想哦，这拢是咱就是回馈，咱来回馈。所以，咱要改变命运，咱要咱的家庭和乐，咱要的身体健康，咱要的事业会当拢一帆风顺。咱必须要有一个逻辑：任何代志，天上不会莫名其妙掉下黄金蛋，迄拢是咱家己自诚的心上面才会有。所以，咱等一下要来请大家，咱倒啊卡风一下，咱的椅啊卡来讲电话，椅啊卡来找一个，椅啊卡有一卡电话，莲花灯。啊，咱旁边的前线哈，还有有位置都可以坐哈。座位底下有莲花灯哈，麻烦我们把莲花灯点亮。然后如果有一个牌子的，请支起来。然后垃圾不要乱丢哈，先帮我们拿着。
想要问阿伦，咱甲咱的嘴用哪里离开一下？静静看到你手的莲花指，你手的这拍电话，静静。请金刚来坐下来，来，这里面有清单，来那个里面还有吗？我们你先给他去里面再拿。来，无丁的举手起来好不好？无丁，我们工作人员给你，没有的举手一下。推到你，有没有灯吗？嗯。来。都不会亮。好来，来先压起来哈，然后来要出来绑来。好来，烟。没有灯。开关没有。好，今天。主品来，前面浅浅这样，这边这样哦。你坐好，坐在柜台。他在海关那里要搞。海关那里要搞。海关那里要搞。来，各位先生，我们把心静一下。没有，真心静一下那个。脑安静的吼，平安妈妈，安姐各有意外小惊喜，很多有小礼物。咱前行啦，电话讲靠家好个啦，来回等后通食，后通客，啊，佫有风伫通用。各位前行，好啊好。好，感恩啦，感恩啦。咱即虽然来坐伫遮，咱即目睭看袂见，咱有开班，咱个机会制作拢伫后壁，拢伫外口。迄倍数是咱想袂见，有来倍拢伫外口，所以咱真爱甲心静落来吼。要来祝福咱个在世的妈妈，要来祝生咱人生的妈妈，嘛要去祝咱后一世，要出世来生咱的妈妈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佮有人生的老母，咱的老母娘，那祝她母亲节快乐，请带着至诚的心。现在大家都把灯开起来了吗？开了，开了。大家会当徛徛者，袂当徛妈妈你继续坐，可以站就请站起来。然后我们静静的祝祷文，谢谢。讲咱要安静落来，咱好慢落来。祝福咱家己，祝福咱的妈妈，祝福咱的未来，祝福咱的子孙。文字祝祷文，好来，咱先把家己心情静下来吼，卖看荧幕，先把家己静下来，祈许一下。你可以看佛灯，可以看你的莲花灯，想一想，这一条命现在握在你的手上，接下来我要怎么创造我下一步更上一层楼的人生？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每一个人一生的机会都在你的手里，你刷下来要怎去让你的命变得更好，抱着感恩心，抱着忏悔，过去可能咱还袂晓想，但是不要紧，咱今仔徛伫佛前，老母娘、弥勒祖师、咱南海高佛、济公王佛、咱师尊师母，今仔拢有听到。只要咱怀着感恩的心，好，咱来做伙念念公益的吼，来，我们眼睛可以睁开，看我们前面吼，望师尊，予咱家己会当祈祷，祝祷咱家己吼，啊，咱即卖灯打开，啊来做伙念，现在的我开始，现在的我是多么的幸福。现在的我是多么的知足，现在的我正受着上天无尽的庇护，坐在光明灿烂、多彩多姿的交办路上，我是多么的幸运与幸福。这人生真是一门深入，我要将这一份幸福与这一份幸运永远的传输，
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福，让不幸的人领受到这一份幸运。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需要我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，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要当人间的菩萨，好吗？好，此意希望徒儿们每天晨起以就寝之时，各护诵一遍。好，这一段是师尊老大人要给我们的哈，在修办的路上，其实每个人都是人间的菩萨。接下来我们念一段，我们诵一段心经，然后我们待会就可以静静的把莲花灯，你心中会留给你们一分钟做祈求。然后待会好了，我们把莲花呢，你要举师尊的手嘛，就放师尊这边；要师母那边，放师母那边哈。然后拿一个手环再举躬，哈，都谢恩一下。但是在这之前哈，那是最后活动，先待会送这个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的同时呢，或许需要请现场你的妈妈有在现场的，请举手。好，现在请你去找到你妈妈的位置，好啊，或者在旁边就这样。你请你把你的莲花灯先那个戴在手上，好，先找到妈妈的位置。好，先找到了妈妈的位置，都先找到哈。好，都找到了吗？先找到妈妈的位置哈。好。那妈妈如果在太里面的哈，浅浅可以换一下位置，你走出来，然后浅浅让他们换一下，让他们比较好站。来，交换一下，谢谢。好，你看看等会，哎，你来交，你换个位置。好，都找到哈，好，都找到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请先诵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哈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摄利子，摄不异空，空不异摄，摄即是空，空即是摄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世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四大神咒，四大明咒，四无上咒，是无等等众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
菩提萨婆诃。好，以此收经功德，大家内心默念，你要回向给谁？然后你想要跟仙佛说的话，给大家一分钟，眼睛闭闭，想一下，跟仙佛叩求。好，我叩求完毕，大家深深一鞠躬，跟前头一鞠躬。那现在呢，你的小孩没有来的，请先请你站着哈。那你的孩子已经闹来了哈，来先把你的电话放在头卡，先放在头卡，然后跟着他，你那小朋友，那身为孩子的哈，莲花灯先放在先放你边的地方，小朋友们陪莲花灯哈，然后跟妈妈面对面，跟妈妈来。跟妈妈面对面，啊，莲花灯肯来，小朋友先肯来，妈妈配，妈妈配，妈妈莲花灯配，来，跟妈妈跪下来，说声妈妈谢谢你，你辛苦了，我爱你。Thank you.
可以的时候，我们马上静静哦，好，我们静静的，这个时间是很殊胜的哦。你任何一个起心动念，有可能你拿的手环能量，它是不会慢慢消退。你愿意静静的，你的能量会越强。好，静静麦恭维。小朋友，我给你配哦，小朋友，这玩具不要拿，不要拿，这个不是玩具哦。你看，你们。你乖，那乖是辛苦，说采珠采拢会使，这个都可以的哈。啊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那你会当搁改一条，只要你完成这个任务，会当善后领导的每一个需要的人，可以再跟他把这一份善缘传承接下去哈。他跟他讲，这个是有加持过的。好。这边嘛是会使哦吼，这边啊，如果咱的迄个手的手骨、手骨吼是介细箍的，咱就来行这边吼，都可以。师尊师母拢是同款，拢咱的长辈来做事拢是一样的吼，能量好。然后好啊，咱就静静坐来吼，静静的，我们把我们的灯，这个灯代表我们。未来越来越好，祝福的灯，只拍电话就是祝福人的，对祝福人的电话，咱甲送来师傅头前，师傅嘛拢有看到啦吼，嘛拢知影吼。好，来，咱来坐好啊吼。好，咱等一下要来推出双层的大蛋糕，但是大家爱我以前阿无加两个是鲜奶油子的吼，融化。那你提供为鲜奶油融化，它哪里香呢？你那提供为那个不融化，它很干净哦。嗯，来哦，请进哦。你可能是种那个，未白，你到尾也嘛无点你的。来。啊。对啊。嘿。他们就比了。